爸爸下厨，让你满足。大家好，我是阿 Ben 杨志龙。我觉得呢，如果要请朋友来做客呢，最有诚意的方式就是亲自下厨给他们吃。所以今天呢，我要介绍的就是这道啊，结合了中式还有印度料理的印度煎饼烧鸭卷。你需要的材料有薄荷叶、紫天椒、蒜、小红葱啊，烧鸭，那还有就是黄瓜、芒果。好，现在呢，我要先把这些材料啊切丝。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一起，现在我就要把它搅拌，然后跟它调味，加一点点的鱼露，不要加太多，因为鱼露很咸哦。然后加糖，糖可以稍微不用太多，你喜欢胡椒的味道的话也可以加一点黑胡椒或者是白胡椒，我采用的是黑胡椒，因为我喜欢黑胡椒的香味。然后再来呢，就是我们的薄荷叶。好，现在可以开始搅拌。好，现在试一试那个味道。味道刚刚好。好的，现在我要煎这个印度煎饼。说到这个感应炉啊，其实感应炉是非常方便的。很多家长都担心小朋友会触碰这些炉灶，而这个 Electrolux 炉灶呢，就安装了儿童安全锁，家长们可以非常的放心。在煎这个煎饼的时候啊，其实不用加油哦，所以算是蛮健康的。当你看到两面都有一点点焦焦的时候，它的皮呢没有这么透明的时候，就代表已经快要熟了。好，可以了，好像一粒气球。最后呢，把所有的材料放在这个印度煎饼，然后把它卷起来。完成了，用这道印度煎饼烧鸭卷来招待你的朋友，肯定可以吃出你的诚意还有你的热情。好，今日爸爸下厨，让你满足，我们再见，拜拜。